四驱的车，怕这个沙子坡没爬上去，不应该也鞋带沉了，就给他说看，这一个需要五公升，我给我推下去。这个八道车，爬这个坡没爬上去，现在用吊车吊一下子，用吊车给拽出来，大家看看这个四驱车应该可以的，怎么上不来？我这玩意儿能滑吗？这玩意儿细不细？因为这个粗的。这个多细啊！这个宽松，那个不宽，那太细了。这个不结实。这个不太结实。车子上不来，这个挂哪了？你们这车子稳重很，我靠，得慢慢坐了。你上去开了吧？等等啊，胆子真大。等等，我给你打喇叭起诉啊！这车的外印呢，倾斜度大约有45度，应该没问题呗。人家吊车拽的，这个车果然牛逼。好，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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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吊车有劲。你不害怕吗？你不害怕吗？我说你不害怕。害怕啥呀？这个我车子歪那么狠。哎呀，车子高来高出来了。